台南市藝術進駐活動將表演藝術以户外球場的形式帶到莊卡每一個角落，在當地已經舉辦338場，將近24万人次來觀賞，得到市民非常熱烈的回響。今年最後一場將在11月27日暗時馬道區詹文龍宮來表演，有興趣的民眾千萬不通錯過。為了要讓市民朋友可以近距離接觸藝術表演，並且認識不同樣的表演團體，但市政府文化局特別規劃藝術進駐活動，將表演藝術以戶外球場的形式帶到台南市每一個角落，舉辦在當地辦理過338場演出，將近24万人次市民觀賞。是一个很不容易，尤其在资源相对有限的状况下，那去年2020年又碰到疫情，2021年也碰到疫情，所以我们在2021年的艺术禁区横跨了9月、10月跟11月，那把变得时间期程都必须要拉长，但是时间虽然拉长，但是我们对艺术的追求还是这个没有改变啊，对于市民朋友们对于艺术的渴望，对于许许多多表演节目的欣赏，以及艺术禁区的肯定，还是都依然如常。所以呢，我们艺术禁区除了要跟各位报告，我们还会持续办下去之外，最重要的，我们希望说每年度我们都会做一个检讨，好的节目啊，能够更加延续下去。那有时候可以更改的一个方向，包括区位，包括时间，包括演出内容，也都会持续更精进。今年度的藝術進駐活動最後一場，在11月27日摩老區詹文龍宮要做戶外演出，市長恩威特也邀請市民朋友做伙去看表演。記者蘇英和東區採訪報導。